先天要进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将玉衣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玉至善宝静静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至凝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君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要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比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有生三一本散万书灾自无助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烟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旅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止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泼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脸如若是先衣鞋交与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国子可引心权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已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金钱孝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荣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彩奉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跨坐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暑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礼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
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一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一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索山上有大桃树蟠区三千里约蟠母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以仙桃四颗与帝帝时者收和用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境境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即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智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魂顿清气生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湖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阴阳阴晕而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即洞黄即坤前此即是先天妙理
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意图象极，生化五万点。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齐备。